了进去了哦。等一下那个灯光秀是不能录影拍照的。但是在秀开始之前是可以拍照的。等一下看完再跟你们分享心得。哇，人比我想象中的多很多耶。整场秀大概21分钟左右，然后它主要的话会有一些就是前方这边画面还有天花板，所以不要坐得太前面，不然你抬头会很累。我觉得我这个位置还不错，就是看前面跟看天花板都没有问题。然后这个秀我觉得就是灯光秀还不错，然后音乐蛮震撼，但是我觉得没有一定到非看不可。但如果你是喜欢看教堂啊，喜欢看这种文物，然后喜欢灯光秀的人，我觉得还蛮值得的，因为毕竟票价也不是说太贵。那观众是真的还蛮多的。然后它主要的话就是在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，就是它有一些，像它突然就是会有，这边会有就是像柱子的话都会有灯光，然后就有一些枫树枫叶，然后后来就突然变成下雪的感觉，然后后来就会有大海啊、水啊，然后天空、外太空，就是各种情境。大概就是这样子，我是觉得还不错啦。我觉得他们的楼梯很漂亮。好了，我要离开咯，去坐摩天轮。晚上的 Montreal 街道，有一种浪漫的感觉，是不是很像在欧洲的感觉呢？摩天轮配上水中的倒影，好美啊！我们上去看一看，从上面拍下来会有怎么样的美景吧。这是现在看到的 Old Montreal， 这边是票价，周边有咖啡厅，还有一个坐着休息的地方。广场也蛮多人在这边拍照的，含税是25块多一点，然后他说一共会转3000，差不多18到20分钟左右。这边是入口验票处，感觉蛮舒服的。太阳马戏团就在那边呢，好多人哦。还是可以看到一点点的夕阳余晖。我很喜欢看夜景，就是这种从高空往下看的感觉。感觉整个城市的美都尽收眼底，手机拍不到那么广，可是用眼睛看其实是很广的，很漂亮的。今天的月亮又亮又圆，好大颗，然后又很低，离我们很近，拍不太出来，但是很漂亮。然后生物圈你们看哦，有颜色，现在是紫色的。我觉得从摩天轮看出去的风景太好了。
太漂亮了。左边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河，但是就是有水的那个景观。然后右边是都市城市的感觉，还有一些很漂亮的旧大楼，就是他们那种很有欧洲气息的建筑，我觉得很漂亮，很美。然后其实还看得到一点夕阳的余晖，我觉得很值得。有些时候我不知道我是习惯一个人了，还是真的在享受这份孤独。结束了，我们现在去骑脚踏车，好突然的行程哦！我想说去骑骑看自己的脚踏车，天气好，然后研究一下要怎么租借。走吧。撞到头了，刚刚撞到摩天轮，好痛哦！这边出来有一个餐厅，可以吃东西跟喝饮料的地方。我觉得这边晚上有不一样的感觉，所以我再来这边走一走。那个建筑物上的树会发光。这个饭店也太漂亮了吧！骑车车喽，感觉好棒啊！天气超好，然后这样骑脚踏车 ，Go Go Go！ 好清幽哦，很安静。虽然他快排到了，但是我真的好懒得排队，我想回去睡觉。来了，我快被脚踏车折腾死了，那个坡好累好累哦。